准备吧，准备吧。OK， 浩Q这边是防守，然后另外一个队叫啥？Tokyo 另外一个是野猪乱拱。OK， 野猪乱拱。那个，渣渣，你就看那个忧郁啊，那忧郁的狙挺猛的。OK， 然后那个短枪菠萝还可以，然后黄色方的话，那个拉普兰德。渣渣，你之前他跟你说过了，那个拉布兰德是黄色方的那个叫 M E G U M I N 那个。啊，来感谢汽水要喝冰德的私人飞机啊，老板也给我看。这边 A 小，来上来 A 小下去。上来要做 A 小的提速，打得很凶，真的像他们的队名一样，野猪乱拱。操，直接上，直接先打一个。但是有道具吗？没有道具，干拉。桑喵接两个。最起码你得，湿拉吧，这个。他没有绿针啊，有绿针的话就帝王干拉了。三的残局，但是不太好打。黑手绕后，直接就变成一个一打三的一个残局，天籁一打三。现在对于这个天籁来说，在决赛的第一分上来就是非常严峻的考验。天籁能不能完成这个一打三？根本不可能完成了。我吃兄弟，搜点这些细节做的都还可以。两个人会同时拉的，对，不急不急，趴着很，但这好像锁位置了。哎，打掉一个，拉回来，还有一枪的机会，还可以再开一枪，一打二。现在对面很忧郁，是补不上枪的，忧郁是补不上枪的。忧郁空枪了，对，这个 Tokyo 被直接顺掉，那这个残局就不好说了。这个面，但是捏雷，船知道了，直接跑。图下了，图下了，有延迟啊，兄弟们，有延迟，有的玩，不急。啊，但是为什么二打一的残局，这两个人，这忧郁得抱着船，对，抱着船，别给机会，不要给机会。我也看到了，28秒钟，应该是锁了一个包点，一个大 T。哎呦，马枪，这个应该是没了，这个没了，这个没了，没了，这个没了，这个人用掩体，没办法，是的，是的，人家报应也不给机会，素养这块就是纪律性这块很到位的。出来了，出来了，舒服了。怎么出来了？舒服了？说啥呀？我的弹幕在说出来了，我操，舒服了。不是 A 小拉出来了，你出来，你们出来什么呀？他们头出来了，我的。上来一个封烟，然后主动混吗？你们知道 Tokyo 这个队是谁带的吗？奶酪。嗯。哎呦，有点东西。上来直接中路单推打九八，右边人都把这个四点位一换一打掉，剩下一个包点，有点小亏，但是包点还有一个人也没换掉，完了，进来了，到两一个优势的一个回防残局，天籁在断，主要天籁这边还能看啊，但是哎呀完了，把人卖过去了，你看这个天籁有个 A 小里面，你看这他要当小偷啊，这个天籁，哎，但是队友正面打，对啊，天籁还不摸吗？哦，现在是个三打三，现在不好动了，实际上是个三打二，如果他动得很慢的话，完了，他已经过来了，能后一个没问题，一个哎，漂亮，好局，看到再拉 CT 的。哦，正好完美错开，看一下忧郁这把局了。三打一，队友正面挡住了，然后被忧郁忧郁打掉，但是补枪补到位了。这回合虽然输了，1:1，游戏可以输，这个绕后的必须死。做好准备，确实。幺七，我 PS 五坏了，我想要索尼的机子。索尼的机子啊！哎呀，你想要索尼的机子？能给我换个新的机子吗？哎，慢打了，节奏压得慢了，慢打不急。但中路这边野猪乱拱是选择中路来两个，哎，直接把狙给打掉了，这忧郁把狙打掉了，空白将打了一个狙，嗯，对手菠萝往后挂了，二号位在地道的近点这边埋着，还是要打 A 吗？现在这个 Tokyo 的防守阵型啊，就叫什么呢？这 B 点这个双下叫什么？叫请君入瓮啊！你进来我干死你，用枪干死你啊！嗯，听到 A 点进来，哎，往吧台摸了零线，这拉普兰德要摸第二次，这 timing 渗透进来了，而且对这两个屁股，这菊花肯定没了呀！这冰十一、哎，菊花有点凉啊，紧不紧？很紧，很紧，很紧，我跟别人撞上了，哇，再紧，再来，很紧，这爆点强，可以了，伤还可以，没办法，这个短剑做转火确实会容易抖。对的。OK， 天籁狙掉一个，剩下一个 Tokyo。哦呦 ，Tokyo 是20秒一打二 ，Tokyo 也是第一届的啊，许多那飞鸟。
哎呦，感谢加纳的一发穿云箭啊！感谢加纳呀、啊。当年考试想抄欧蛋答案，结果把欧蛋草稿抄了。这孩子，草稿抄，什么人才呀、啊，哥们？你真的草稿抄了？你真搞抄了吗？他说想抄答案吗？我草稿抄了。真的牛逼、啊！有点硬荡啊，有点硬荡了，我操！我们现在是决赛的舞台啊，我们现在不能，我们现在对我们正经一点，我们正经一点，正经一点，不然到时候哎，看一下这波，那个录播里面这全是这种东西，是的，这手拉拉一小一大，拉一小一小，提速，被劝退了，五打五的回防，但是这样的话看地形了啊，就野猪乱谷这边是拿的 A 小黑包，但是抛球这边是可以把阵型给拉开，慢慢的给消耗你，对，慢慢的消耗你，能不能架住啊？看一下，但是精准上他还杀两个，直接被毙掉，但是没问题不大，立功了。A 大太烫了，防守方。A 大其实不应该先动的，这样要拉这个大包围圈的话，对。哦哟，优秀优越，一打一。拉包围圈的话，就等地形都。哦，严谨换 BP 五零。哦，没打过。打赢。可以。野猪乱谷拿下了一个残局。两边的这个 BP 五零，对了一手位啊。嗯，不是，他来，你换个姨妈巾去去厕所，欧雷。对，上来中路给烟，连线好几把都给中路烟子，不让防守方拿信息拿得很舒服。这中路烟有很多种用途嘛，一个我、哦、这有点歇啊，你能接几个啊？冰士一，哇，这有点英雄主义了。这有点英雄主义了。这野猪乱拱这边道具其实交的会好一点。开局给中路爷迷惑一下你，就是你要么有可能上一小，看到 B 点过去一个，就看到回去了。现在得进攻方建议是三人抱团，然后中路忧郁在支架，这肯定不会马枪的。以我这么多这场比赛看下来，这个人的狙，这个人的狙击很准的。对，狙击很准的。这个天籁不该跳出来拍这个点呀、啊？对呀、啊，首先他应该。跑 pick， 哎，看到了，哎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怎么说？要硬吗？要什么呀？啊，不是，我的意思要硬对吗？他软了。哦，第二波点，看一下这过程。timing， 哎，这 timing 漏了，这队友我们不知道。没事没事，还有个菠萝。有个菠萝的 MG 四二，这菠萝这个大机枪能不能架住了呀？两个一个狙，哦，反应。太常规了，这样的话 B 点直接丢掉，三点二的一个回防。目前来说，野猪乱弓很强，确实。抛球这波是一个优势的残局，看一下包围圈拉起来，还没启动，打协同。二打三其实很难打，这个三打二就稳了。哎，先漏了，哎，先被偷了一个，右边没拉出来。二打二，哎呦，哎呀，被拆分了。这样的话，你说三个人被拆分了，而且还有个硬掩体，是，哎呦，GG，四比一，任务还没有失败，做好准备。黄色队确实要厉害一点，嗯，个人能力更强一点，嗯，是。看一下黄色方这个天籁狙击手，再看一眼，冰十一跟菠萝两个零杀啊。来看到一个过臂，过臂了，然后跳枪打遭遇了，哎呀，被忧郁直接挑打臂了，要打臂了，看一下单臂的一枪瞬狙，哦，有双杀，短剑拿短剑手臂，可能这边野猪乱弓要直接动了呀，看拉普兰德拉不拉，啊，跑掉了，跑掉了一个，哎呦，我操，直接拉出来给他直接脆了这波，兄弟，拉普兰德跑的也不快呀、啊，感觉。剩你一个人了，加油！知道最后一个人在 B 里，一打四，包围过来了，二比四，我们的冰十一也是拿到了他的首杀，但是菠萝还没有拿到他首杀。嗯，弹幕好像对这个冰十一认为应该是他的这个队伍里面实力较弱的。啊，菠萝呢？菠萝差不多吧，半斤八两了，两个人。菠萝也老大了，感觉。他前面在对阵到那个
打 RTS 的时候还好，挺能发挥的。哎、ETS 的时候，接一个这边这个选位、啊，哎呦菠萝，拿短剑抠这个缝吗？这精准杀真牛逼啊！哎，但是被冰十一挑落马下了。许多奈飞鸟已经支援过来了，哦、扛住了。老师，我是开奶茶店的，你是喜欢？哎呦，爱送爱送，又桃茶还是乌桃茶？我喜欢，不是你这两个茶是什么意思？乌桃茶，乌桃还是乌桃茶，乌桃还是什么桃？操，又是套路我的呗！真服了，我还以为你真开奶茶店的呢。我寻思我喜欢柠檬茶，你什么？我喜欢你的，我喜欢你的乌桃茶。我喜欢你的乌桃茶，傻逼我操！哎，小上啊，拉布兰德这要干拉，肯定要被 Tokyo 炸飞的呀，炸飞了！哎、怎么不回头呀、啊？这被追着干啊！哦、这哇，这个掩体很硬。可以，这 Tokyo 的 Tokyo 直接在包点接了三个，连追四分，二打二的残局。这个 Tokyo 是队长吧？应该是 Tokyo 的 Tokyo， 应该是。不会是奶酪亲自上的吧？奶酪可没这水平呀！奶酪，我这个比赛没有模拟器啊，全是手游，全是手机。他万一就为了打个比赛练个手搓，我操，老猛了！烟雾弹，走，我们拿到炸弹。那够呛了，我操！教练主教练正在热身，我操！他年龄有问题是吧？爆不了的。没错。要来。来了，天地了！这二号一个短剑接这么近，得溜啊！看拉布兰德能不能接，道具听到了，滑铲拉完了，滑铲就是送啊！这就是拉出去找爸爸了，这滑铲就是送了。哎，打毙了！哎，铁来这一局很快，身位了，不然能跑掉的。嗯、没错。忧郁露小腹了也。有个在偷屁股。看忧郁，漏了呀？没听到吗？铁来，哦，哎呦，这输这一百八，带走，哎呦，好狙。看看队长的操作，十七杀能不能变成二十杀？有点机会，有点。这把应该奔着三十杀去了吧？这得打二十五个吧，兄弟。如果是复活爆破的话，估计得杀四十个。嗯，四点很细啊。确实，这个 Tokyo 非常的细。很细啊。对啊，日本细嘛，很正常呀。哎呦我操！这三个人的防守真的让我想到了日本队。幺七幺七，你到时候在 CDM 解说的时候，记得切换一下风格。不是这个风格，一般是现实的。策划来了，对，哎，刚刚是不是策划进房了？是的。不是，那是真策划吗？马石没当完策划。对，石没当完策划。马石稳一手就好了。我不知道是不是，真策划。但是知道你密码啊、哦、我不知道啊。你拆除炸弹，这回合虽然输了，我问问他是不是策划老王。嗯，守卫目标要抢一大，不抢一大，要抢一大，来这个 Tokyo 这边抢一大了。但是为什么？哦，直接出烟冲，打一打信息啊，没打掉，要得跑，得跑，对面要提速，刚好能拦住吧。我靠，两个还可以。有掩体，先找掩体，还是很细的。哇，说实话，这空白将有点伤啊，他打了两个酒吧，我操，步枪。太天来了这波，哎，漂亮，好狙，二打一，剩下一个。收到队长，一个一打二，又顺着 Top Q。哎呦，被接了！哎呀，没打过，被顶飞了这一波。但任务还没有失败，被炸飞了呀！对，幺幺七杯就是给手子打大师，就怎么说呢？了解大师赛，或者说，打大师赛。幺幺七玩刺激机那个精英，我操！还好我没反着读，我操你他妈的！我差点就读错了，刺激。但是这个，在什么野猪乱拱这边手臂，我感觉不用拿个烟手，他其实可以防爆手臂。一个短剑加烟，其实哎，走大梯转 CT， 哎不转 CT， 那天籁这边能放你吗？撞上了，哎呦，直接被顶飞了呀！确实奶酪教的好啊，嗯，有战术
奶酪确实有战术的，这很多小小套路的设计，大踢转地下室直接插警家，这个，嗯，插这个词说实话用的不恰当。入入入也有点不恰当，转，嗯，转，啊，转，哎，倒一个了，啊，怎么办？哎，你为什么会因为倒一个了你就有点敏感了你？林上说实话你有点敏感肌了。嗯，是的。不要敏感啊。妖蝎是专业角色。我们来看一下中路压烟。两颗啊，两颗烟。哎，小烟加中路隔断烟，这 Tokyo 什么战术啊？要上了。爆点的烟只能多了。哦呦，这转火空白将被我捕捉到了。感觉这。这是提速啊，看天籁能狙吗？往后拉。哦，听到 A 大还有一个，听到了。嗯。A 小来了 ，A 小来了。A 小在偷。要清哪边？要清哪边？就看你的了。哎，就只能拉。哦呦，很主动。哎呀，扳分了呀，六比六了。嗯，这边选的是主动抱团，先清一边了。没办法，抱团要去。哎，没补上枪。队长落马。哎呀，这不算好斗了，这剩下两个这个。哎呦。队友不是爆很多在这，他可能以为转了，想太多了，嗯，了想法有点多，而且没清干净，主要是他这个时候不用急的，他应该等着那边的人着急。啊，真的六比六了，现在悬念，他们拿到炸弹，队友悬念了，这样。许多拿飞鸟拿了二十三杀了，有点厉害。兵士一直接摸九八。但是被发现了，哎呀，直接往柜台了呀！边说再深一点点油，对，直接给地下室打过点的，那给了一个后影期，直接穿了个残血，知道对面回酒吧了，包装着先推。大家现在这五号没有看自己身后，很快呀，这太冲过来了，哦，打串了，全部压残啊！拉普兰德现在不太好弄了，这二打四不太好弄了，得打一遍了。这狙手也是知道要怎么打了，打主动，但是被偷背身，要拉了，只剩菠萝了，独木难支啊！菠萝也被挑落了，挑落马上。拉普兰德等的太算数了，是的，任务还没有。开命好，做好准备。没人管他，他一块头。嗯，有点急，有所有人都挤到一块了，太急了。烟雾弹。这整个 B 点有点紧了。不是眼泪是吧？不是红莲，我要吃，不是。哎，你的互动很怪啊，你的互动。老搭档了，不愧是老搭档，听就听懂了啊。一字阵啊，一字长蛇阵啊，这是什么啊？黄色方。这是经典的二幺二嘛？啊，确实很二幺二嘛。嗯，但是Tokyo 这边不知道在等什么啊，可能在等一个进行摸 A 大的时机啊。因为你这个点要是再去打 A 道还漏个信息的话 ，Tokyo 说我在等队友，方直接回来啊。这个野猪说我在等队友，你在等什么啊？在等死？这是在纯等嘛，就等这个防守方顶出来啊。没换掉人，四打四。好，大 T 的回防，天籁这一局很重要。隔烟先抽一个，哎，他这个路线很好啊，你看到没？他不是往回去，往回跑，他去包点找掩体，可以。哎呦，哎呦，天哪，天哪，哎呦，完了呀！好接，水果好接，好位，有操作空间。是的，他下意识，我观察过之前别的队友，他们下意识都会往大 T 原路跑，他能往包点跑，这个是。想法是很对的，那里有硬掩体，能再接架。敢操作，反正操作对这个枪，这个位置一选就是要打的，自信啊。Tokyo 六比八，这奶酪紧急叫个暂停，可惜我们这游戏没暂停了的。哎，确实。看一下，你可以加入一下暂停的机制，然后再放一下。可能奶酪就在他们后面。哎，你这么不要这样打！哎呀，哎，这个烟，这个、烟是，哎呦，对面放的吧？展开烟吗？很 CS。哎，这烟可以，好的，这残局应该是优势残局了。你要从吧台拉出去吗，哥们？哎呀，哎呀，这兵士一崴了腿一样。那看一下伤。哎，不用再，你一个人在酒吧可以撤回来了，在酒吧没人帮你的。可以回去跟队友一起。哎 ，Tokyo 是没有用的 ，Tokyo 那个位置完全包不上。哎，他主动出击，哎，打赢了。漂亮，
哎呀，浩克再拉一个7-8，也被挑拨了。有加时吧？这个有，有加时，有的大有的。大师赛全大师赛规则啊。摧毁目标。冰十一没看餐厅啊，黄色方，哦呦，我刚说他好主动啊，直接被忧郁狙掉了。A 小这边已经碰到了。我买账的拿信息的一个位置，虽然说如果对面带着人来排他，他是必死。确实，这个位置天才。这个位置第一时间前30秒必排的，就支付了，他就直接交代在这。他是个狙还行，他是个长枪不行。前三十秒必排这个位置，抱团来必死的。卡时间，卡中期过来。这个重枪还是想打一小。那 A 小的话是必掉一个了，必掉一个怎么办 ？A 大三个人还没集结，你提不了的呀。A 小要摸吗？哎呀，这点急了，还没集结，你提不了的呀。A 小要摸吗？哎呀，这点急了。精准杀得回，不仅再拖一手，拖延一下。冰十一，小出了。OK， 漏了。A 小上，转一小，转一小。副埋将这个位置很关键，应该是能偷，能偷的。特种太没有，看五号位，看到了，偷一个。看到了，不急，别急，偷俩。直接射了，射了。他能接几个？啊啊啊！几个半了？啊，急了，急了。啊！这我操！我只能说买将这一波，我只能说，哎，看到枪管了，老天来，舞台给到了，但是没把握住，还是得看天籁，一打二残局有的打，一个狙有的打，赢不了，赢不了，除非这个雷能雷死一个，当然这基本不可能。先狙排点儿。冰十一那个位置，不用狙牌吗？拿看不到，看到头了，看没有灯，没有灯。好，哎，看到了，完了。哎，看到这样的话，比分来到8-8加时，有头没灯，我操！决赛的第一分就干到加时，确实他妈。这是总决赛是吧？这是 S 八总决赛是吧？确实。然后要去感谢一下行业合作伙伴，感谢是感谢17V行业合作伙伴 Xrock 的大力支持，$10,000的赞助，这灰熊提供啊。哎，这是一个夹币，要夹了。抛 Q 这边就只剩下一个菠萝在那290啊，听到脚步了。铁血防守吗？能铁血吗？哇，没喷死，不太铁血这个。他怎么就开出一枪来呀？不是很铁血。可归内炸一下，看一下这个。哎，后队也被打掉，那这个残局基本上没有。花闪拉，漂亮。没有，8-9。这回合虽然输了，但任务还没有失败。说实话 ，Tokyo 这边给的更像是一个整队的东西，但有些时候他们有点太框架化了。反观红色方这边，其实很敢打，敢操作。守卫目标。是的。他们虽然是野路子，但奏效。对，你看战绩就看着很平均嘛。嗯，是的，就没有说一个过度 C， 然后有的过度牢，没有这种。现在一块解说的有 Xrock 的教练，经理渣渣教练和这个灰熊 Xrock 的，还有欧灵的那个非常硬荡的那个啊，不是欧灵，欧蛋老师，秦九的就狙击手。啊，就是狙击，专门狙击的，知道吧？狙击手。我他妈不是狙击手，我是打步枪的。啊，就是那个，就是打枪的。啊，行，惨。他手枪，欧林手枪一向玩的很溜。他无论是在端游还是手游，你们记得吗？欧林的这个手枪打的。丧就是跟他请教过后学的，兄弟们。然后一身子一天不如一天。尤其是巴西啊，那天。找了神医才给他的这个金扶回来，扶金扶回来。哎，今天排一小了，但是空白将，哎呀，一换一极限了，但还有天籁，但是有点急了呀。啊，打枪了！哎呦，真是敢啊！这个上台直接落夹一个阵型，然后对我一刀还没出，直接就干了，兄弟。忧郁这边碰上了，就剩你一个了，一枪带走，2-1，现在是，但是，哎呀，有机会，哦，没有机会了呀！冰十一的实力不行啊。还好冰十一有信息，但是哎漏枪了，只套不习惯，滑铲，好，听到了，赶紧跑，再完了，
团了，已经被拿捏了。说实话，这一手搜点已经被拿捏了，感觉没有任何思路。这兵士一得回 A 码打包，不然的话玩不了了。等于说他得主动交代这个信息了。他不去抓他，求稳了，他以为他要转 B。结束了，只套赢了。那这个时候，其实兵士一下完包那一刻，他信息就劣势了。还不下？就真的很劣势。哎，他怎么能让他下包啊？指套，那指套求稳了，求稳了。不清楚是 A 是 B。他想赌一手，他是不是转 B？ 对他选了个中置位。对啊，选了一个，但是这个位置我是他，我包怕小道的。兵士一也是很博弈了，这选择反绕了，来往上走。你先小屋要不要露点？得听 D 包，这个时候他第二是听 D 包，不急。哎，不用露，听 D 包。哎，第一下，知道带包点了，那兵士一有信息了。哎呦，这个主动直接拿下！我估计是兵士一直接把手机给到他可有了。你玩兵士一把那个手机给到那个，他说现在手机给我还能玩啊！果然相信了一手队友。哎呀，保卫目标，敌人拿到炸弹了啊！保了。再来看一下天籁的狙击，中路接着给烟，他不断的利用这个中路烟去制造这个假象。你哎，让你去猜我在干什么？你猜猜我是上 A 小了，你猜猜我是夹 B 了。整个 B 点完全是非常的求稳了，这已经退到包点，一枪位都不拿了。现在两边就固守了，212。我操！你看这个兵士一的这个枪， A, 这个猥琐枪位，我操，拿信息的。A 和 B 都是现在就是打的比较紧的，A 和 B 现在都很紧，要打 B 了。然后就是做铁血防守，换人，来290换一个还可以。哎，别拉！哦。要白忙活了吗？要白忙活了吗？野猪乱拱，难道说野猪乱拱现在是比分要被反超？好，不对劲啊，不对劲。我说句实话，10-9，野猪乱拱现在被反超比分。除了欧档还有谁？还有 X Rock 的教练和经理啊，渣渣教练。什么欧档啊？是欧蛋啊？那个就喜欢欧嘛，欧是什么？提手旁一个那个区，欧蛋，兄弟们，欧。哎，要摸着指套给过点了啊，摸过去了。一换一，这是什么？双方来说，一换一是很亏的。顶级骗吗？我操，那一个人，我操，以身入局，我操，把他们骗到 B 点去。这头死亡怎么说呢？那 A 大得快一点 ，A 大明显慢了。哎，天籁也漏 timing 了，看到完了没打过。哎，为什么要打地下室不打包点、啊？哎呀，遭中了，哎这个、遭中了，遭中了。两个大坦，两个。2-4没有机会了啊，10-10，有点小遭中。这就是总决赛吗？这是总决赛吗？10-10，总决赛吗？这回合虽然输了，但任务还没完。加，多加，资金加10。灰熊在 B 站，灰熊开播了吗？开了呀，还在 B 站啊，在 B 站。哎，117你在你的，算了，你别注意违规词汇啊，注意违规词汇。我在小破站。他们在打全联赛啊，我 TOQ 拿到了一个双杀，抽俩，上中路三个。四打二的残局打上了两个，啊！瞬间的换人，从四打二被上了。看指套给过点吗？给了，直接被秒，没办法，上法没有失误。意识还可以，架中线。哎呦，精准杀中路就漏狙了，有给这个 TOQ 这边有信息，2-1的残局，有操作空间啊，有操作空间。毕竟这个信息已经过去了一会儿，只能说你之前在中路，但现在你去哪了我也不知道，消失了，俗称隐身，兄弟，隐身。OK。被下包了，我的评价是。你觉得他敢下吗？他肯定不敢。应该队友爆点了。他的视角里面可能以为摸 A 小了，所以他这个时候反向再推一手 B。可以逆向思维。那如果这一波在 B 点能成功安包的话，这个残局有得打。他下完包的一瞬间还得绕一手大路线，然后去中路抽个过点。起码不能待在包点。对他得绕一波。要撞。没有，没事。决定还是先。他能不能想到往 A 大搜？我觉得他可能会。下了这是个 A 道包啊，可能下完包之后大概率是要往 A 道。他拉大梯，我觉得很有可能就要撞到。啊、下 A 道包，然后控 A 小。这思路有点抽象。这思路非常的。这个滑铲 A 大会不会听到呢？那这样的话，如果对手进包点，这包。控大梯啊，走不了吧？控大梯，他可能以为从 B 点要用那个穿点吗？这穿不了吧？拆了，穿不了。有水果摊，有水果摊。拆了。Oh no！ 啊，哦、这个赢了残局，
这有说法的呀！啊，这菠萝，这菠萝只杀关键人头啊！这菠萝，我操！哎呦，这属于什么？这属于反应枪，我操！准备下一回合的战斗。其实他们把点都排完了，嗯、也就知道是大梯了，要就只剩大梯没搜了，那就是从地下室绕小梯了。对。A 小那个，因为半天 A 小也不能归在后面，归在后面他拿不到包点信息，所以可能就在 A 小中断。A 小也没看到，那就锁大梯。如果在 A 小这个包直接就拆掉了，都不用管他了。抓 B 了，三点 rush B， 他妈的这学拉布兰德，半牙一啊！看一下拉布兰德，拉布兰德能不能守住？别三点 rush， 哎，完了完了，拉布兰德，哎，他还能换子弹，给了烟。OK， 进去了，进去了，进去了，可以，可以，舒服了，舒服了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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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抽掉了。OK， 结束了。学谁不好？打赢了。这太危险了，真的太危险了。没事，打赢了。先把弹装了，先把弹。真的，同学们，赛点真的真千万别没事干。别上头，别上头。赛点的时候是对面最紧的时候。对。是防守方防范最紧的时候。哎，二打二，一下包还少个人，我操！自己低包，哎，这个，哎呦，抛 Q 很危险啊！狙一个优越，看到了，哎呀呦，恭喜恭喜抛 Q 战队，我操，鏖战二十二，谁在那放热东京啊？谁呀、啊？谁在放京东京热啊 ？Talk your heart。他们战队主题曲不是赢了之后要放那个啥吗？这太能整活了吧你！我也来放一个，来我也放一个。操！然后由这个野猪这边选热点图，不允许有外籍选手的。他今年是新规定说，你只要是在那个。国家在那个地区生活，你就可以代表那个地区出战，所以就是可以有外援了。说白了，好了，来到第二张图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热点雪山之巅，先看一下两边的枪械搭配和道具，来看一眼。蓝色方 Tokyo 这边是两闪两防爆一颗烟啊，黄色方这边是两，黄色方这边没有防爆吗？是啊，这就是训练过的和不训练的。黄色方这边没防爆，有点吓人啊，兄弟、啊！这一号钢枪队，钢枪队，对，这可是内场，这是高频率的这个道具重灾区，没有防爆，五个防闪电区。对，这也确实是打雪山之巅，不会说他们这排位打的多。这是什么？三喷子啊？对。敌人控制了。还有人切，还是没人切。那这样的话，其实，在道具层面。野猪呢？这边在一号点是很吃亏的，对。对，合理的。其实 ，Poku 这边枪械搭配挺合理的，反正就是这种，本身自己排位平时玩的也习惯，就不需要有什么短剑。虽然双喷是双喷对吧？菠萝和这个他们的一号位是喷子。对 ，BP 五零解禁了。对，两 BP 五零，一个短剑，两个。哎，打一个，可以当短剑玩的兄弟。我操，这边像我说观战 bug 一样，我操，这个。哎，二楼的一波拼抢，二号点开之前，掏出的是拿下了二楼。OK， 可以拉过来，但是这个谁跳内场了？二楼丢了。道具很密啊，这是乱区一点，真的就是。野猪乱拱，我勒个豆！我这波忧郁直接地来一波点点三杀，撕开口子，往里去，有防爆吗？往点内灌啊！有防爆吗？保护伞，太伤了，二九零，哎呦，直接被炸了！哎呦，是抛开榴弹了，这时候开炸。忧郁也有自己的战争机器的啊，但他并没有选择开，还是二十三秒钟，看下一个点。二十秒的话，其实在三号点开是他的范围了。现在黄色方拿到当前这个点的靠近这个防守方的这个复合位，其实是好事啊，他们可以快速的转移到下一个点，还是十秒钟，不要往前顶了就行了。对 Tokyo 这边节奏是不太好的，因为下个点的其实区域啊已经被这个不用转了给拿下了。对，即便现在这个时候 Tokyo 转也来不及，复活点就在这儿。对，现在 Tokyo 这一波有一波打复活点的机会，看能不能成功。但是他有流弹，不习惯，还在复活点。哎呀，拖住绿万的一个敌人，复活点还在。歼灭者。那现在其实 Tokyo 在点内这两个人这个被干掉就是时间问题了。对，车轮战。对，对，这个时间问题了，这个。拉进来。
复活攻拉不拉 ？Talk you， 防爆装置给上，复活攻拉，哎，白给了，被守住了，但是可以看到冰释一的等化枪快好了，红白将的复活攻也拉了，我操，两边强度好高啊！要榴弹，这榴弹能有效果吗？炸了一个，又被守下来。两边技能 combo 都放得好快啊！是的。要硬冲的话很难的呀。难打了这个点。现在。哎呦，忧郁的这个转火。是个尾分。哎呦，漂亮。现在操作要做的是在下个点找回节奏，把手里的三个技能给用好，下个点争取吃。对的。哦，这是欧蛋的声音。对，下个点要争取吃不大的，不然的话节奏就不对了。怎么说？菠萝这边叫利爪不知道。我操，利爪打的有点被动了。对，因为利爪这个确实持续时间太短了，有点早泄了。没错。得打点。男人不能这样子啊！我们要像这个战争机器一样持久。战争机器时间久一点。等等，交喷火吗？交喷火，继续接管比赛了。来，交喷火。哎，这忧郁加枪可以啊。哎呦。拉普兰德的二流二，漂亮，优越，漂亮，点内接三个，漂亮，这优越可以的，有说法的。这优越的热点要打的要比爆爆好很多、啊。他爆爆其实也可以，没发挥，我操。等会儿再看吧，反正 BO 五还有张爆破图。现在其实野猪乱谷这边的反攻是很有效的，等于说 TOKYO 这边交大招也没有吃到太多的分。第一轮打下来节奏，其实四个点输了三个。再喷一个，四个点输了三个。你控制占领点，注意预防空对地导弹来袭，守卫目标。BP 五零只要拉开一定的距离，短剑是打不过他的，对，绝对打不过的。而且机动性很好呀，开金比打很快，而且切枪也快，那把枪。对。哎，交喷火，哎，喷火怎么用？哎，滋一个。哎呀，这喷火有一点像杨一手里，有点夸张了。杨一有一种就是哪怕自己是优势枪位，也要从优势枪位拉到劣势枪位跟你喷，我操！对，这有点像什么，你知道吧？就春秋战国春秋时期的贵族，就是我必须跟你公平较量一下，是中世纪欧洲中世纪的骑士。对，有明明可以等别人来啊，非要主动出击。对，所以说非常的就是，很有信义的一个人啊！你可以选择活着，你偏偏选择了出去死。很伟大，伟大无需多言。伟大无需多言。那一号点其实后手这边道具带的还算合理，看一下这边吧。哦，可以看到道具这边也是乱龙带了一个防爆。终于有人发现了，说我怎么老是在吃道具啊？哦，这拉布兰德的喷子还可以，27杀了。哎，几天没听好。看一下。野猪乱谷这边喷子的发挥吧，谁是喷子的汉影 ？OK， 可以了。哎，这个二号位是叫谁？拉普兰德。嗯，对，这个叫 MEGU 是拉普兰德。OK， 来看拉普兰德的喷子。这个我有印象，拉普兰德这个选手我有印象。指套也还可以。嗯，对，这幺幺七飞进决赛的 S 一的老选手。但是没办法。你看这个指套的长，其实也还可以。我来看一下指套。哎，一格血浇榴弹吗？哦，操，这有点惯性了，哦、惯性。这太极限了，这个，但是背身要被偷了，这个。哎呀，惯性！我勒个骚缸啊！看一下 Tokyo， 好苗子其实是有的。现在 Tokyo 这边得把下个点优势复活打下来。震撼吗？哪个带的是震撼？Tokyo。那闪还是震啊？这交大了，直接强硬的把这个点给守下来了，直接交攻可以。哎 ，Tokyo 带的是震啊，带的震，带的震没有闪吗？这边，哎，那很有细节啊，一个震两个闪，我这边看的是你两个那个太阳闪，得把这个点守住啊，这个点把分吃大分，这样的话把分差缩小到20分左右，这样的话四号点还有的打。不然的话，节奏永远都在对面野猪乱滚的手里就不太行了。说反攻有点太有效了吧？金牌将三杀加上精准杀的等化枪双杀，直接破点了就。堵门啊！是了，精准杀有点英雄主义了。这手击杀即便杀了也是无意义的。两个啊不够，那如果在门口接的话还可以，说实话。得多吃点分啊！现在每一分对操作都很重要，得多吃一些分啊。哎呦，
价格点的转移，看转移端其实还是野猪弹弓这边是优势的。 A 道是一个喷子不太好上，喷一个哎呀，但是被拉布兰德给直接带走， A 道拿下，拉布兰德喷了33个，拉布兰德再转移是一个二打三啊。套球这边正和闪哪个好用，都差不多，看情况看场景吧。哎，不太对，兄弟们，看一眼复活点，复活点被套球给拿下了。哎，漂亮漂亮，没有人兜底啊，没有人兜复活点的底啊，但是分是被野猪浪拱吃分的，打死一个。职业比赛肯定用闪多，看上去喷的，哦呦，一边扔闪一边喷，哎呦。是一这一波的弹夹老师附体，偶尔的一手高光啊，确实是偶尔的高光啊。哎，漂亮的 Tokyo， 但是 Tokyo 直接点内又杀两个，比补上很激烈，拉过来又补上，黑石一喷子拉进来的，结果比赛了没有，喷子短剑又被拉布兰德给带走了。拉布兰德双杀，哎呦，分还是被野猪乱狗这边在吃的。忧郁43杀，这把是 Bossy， 你都爆出来了。哎呦，确实啊，我看拉布兰德的视角，我不知道他是37个怎么杀到的，我老是看他，他老是死。啊，一样。空白将已经杀了40个了。守卫目标。再喷一个。那场有节奏的。震撼弹有没有败半啊？大师赛。没有啊。对啊，我也记得没半、啊。要死了，非常好节奏来了。看他老是死，啊，一样。空白将已经杀了40个了。守卫目标。再喷一个。那场有节奏的。震撼弹有没有败半啊？大师赛。没有啊。对啊，我也记得没半、啊。要死了，非常好节奏来了。可以用的震撼弹，兄弟们。哎，索兹冲一发，玄机吓人了，怎么说？打掉第二个，漂亮，玄机稍微控住，夺下了占领点。哎呦，天籁，哎呦，前面，哎呦，得意这锁子，漂亮，关键了。哦呦，这白给了。那边忧郁的榴弹炮也是白给，哎，也不算白给。空白将在点里面找了一个硬岩体，要结束这个比分了。1-1了，估计。不是。他很硬啊，这空白将卡点。掩体意识，战争机器给了，合理的。掉榴弹，再蹭掩体。比赛，哎呀，但是被精神杀直接带走了。我操，精神杀、哦！从下往上打。这冰十一那场，这边节奏起来了呀，这是。要等化。哎呦。哎呦。哎，炉不能用，被搬了，炉不能用啊。反应炉那个版本的热点是最夸张的热点，我操，觉得那一赛季。大 M 嘛，以前不是大 M。那他妈，你先转点，你先到点里都没用，谁有反应炉，我操，谁无敌，我操。1-1。啊，1-1，1-1。还可以啊，比刚才季军赛精彩。那肯定就是要选雪山去找事，去扳回一城的，直接靠补枪个人能力就给你带走那种。好的，这边 Tokyo 这边选爆破。那巡山换上，我把他旗子拿走了。标五吧，是吧？嗯，爆热爆，爆热爆控爆。哎呦！我们来看一下，哎，两边的数据啊。这把的野猪乱弓这边的 MVP 是空白将，啊，51杀，2分23秒的裁剪，200的贡献值，裁剪最多，击杀最多，然后死亡还是最少的，这个就有点恐怖了，点内击杀17个，托尼斯吗？就你看他们这个对标都改得很统一啊。是的。爆破选什么？来，等他们选爆破图。托尼斯守。OK， 托尼斯防守开。
踢脚踢脚，我没电了，我能再充会电吗？24度电，没转接。OK， 那再给你充个7到8分钟，七到八分钟够。七八分钟有点够呛啊。5分钟吧。行，5:05吧。4:05。嗯，5:05呀，现在不是5点整吗？对，5:05。傻逼了，我傻逼了。没事，5分钟准时啊。你们其他人可以先把准备点起来，就留他一个人别点准备。好了，他们这边图已经选好了，是突尼斯小镇啊。现在比分是一个1:1啊，兄弟们战平啊 ，BO 五五局三胜，能明白吗，各位？咚咚咚，哎呦！你们知道这次洲际赛邀请了哪些队吗？洲际赛不就邀请那几支吗？我给你看一下啊，我已经有消息了，但目前还未来还可能会拓吧，还可能会拓。把印度队请来了呀？对，印度队有。印度队来了呀 ，Godlike。两个队都来了。Vitality 跟 Godlike， 日本队也邀请了一个。日本队就是之前的 Volt， 就是 LAUGHTA， 那就是 Volt 就是啊。这次应该也是12支队吧？东南亚就是什么 ST、Garena 那些、Omega 那些。对，等他们提交。现在是02分啊，兄弟们，还算。不能进去观战，因为我们这个直播有延迟的，进去观战的话可能会亏屏，你知道吗？炸弹掉落了，来上来野猪乱滚，哎，这估计是有一些小问题，背包没挑好了，估计但任务还没有失败，做好准备。嗯，怎么退了？这里敌人的炸弹掉落了，那是有小问题，哎，老指挥他们退了。印度他们应该打完世预赛马上就来了，他们的世预赛这么晚啊？什么事儿？怎么了？他们的世预赛有人想退的蛮好。印度那边名额也锁死了呀，除了小蜜蜂和 Godlike， 不会再有别人了。说实话。快准备好，基本就是99%是定了的。哎，来了，突尼斯啊，比较经典的图。
有流氓是哪一个？还没进来的那个，黄色方。手雷出！主播赛啊，主播赛我不知道，决赛打完我去出去理发去了。老李，决赛打完我出去出门理发去了啊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嗯。别紧张，你还有我。发现炸弹，来上来进攻方。你取得炸弹。哎呦，直接回防，正面回防，但是这个空白将被发现了啊！这个群在打 T 啊，这一排排站啊，在这。哎呦，最后一个地图墙不知道吗？我知道，跑了。啊，地图跑了，被逮住了。兄弟们啊 ，DP 五零不放你，就打士气了。这个残局，直接大拉左右边大拉，哎呀！丁安他兄弟被淘汰了，丁安他兄弟好像确实被淘汰了。哎，为啥这么卡呀？能听到。哎，我这麦游戏怎么没声了呢？哦，不卡了，好了，又好了。刚才卡了一下子。敌人的炸弹掉落了。好了，现在好了，重新进一下就好。已取得炸弹。已部署炸弹。为啥呀？第二个也知道位置，知道上空位置。啊，没跑。这回合虽然输了，但任务还没有失败，做好准备。发现炸弹，我们拿到炸弹了。一比一。哎，好了，这菠萝打狙啊！啊，菠萝确实是副狙。这主播赛吗？不是主播赛啊，这是选秀赛，是咱们的选秀杯。哦呦，这边优越，那个警察精准抽掉了，四打三。主播赛什么时候开始？大概七点钟吧。是的。敌人的炸弹掉落了。我又被涛哥炸飞了。就这个一个了。哎。完了。没炸死。这下应该好。我、哦、要打气势，要抓。哦，没有，以为绕雪橇了。你们听不到，听不到解说了吗？怎么可能听不到啊？你肯定能听到呀。你们听不到这个其他人的声音吗？欧林的声音和可以啊，灰熊的声音，我直播间应该能听到呀。可以吧，可以吧。光听得到。哎呦。对呀、啊，那你们说有人说听不到呢？主播赛在哪里播？哎，这个我不知道。主播赛你们看一下，我也不清楚主播赛哪里。我这里不播主播赛，我这里是我自己的个人比赛。
是给职业队伍输送新鲜血液的一个选秀赛，117-D 啊。Tokyo 这边其实打来打去一直都这一套，因为前面之前比赛已经打过了，因为目前防守来看的话就这几套，就这几种站位啊。哦，这边是直接先秒掉金准沙，金准沙的副局表现的其实并不是特别的这个，哎呀，这小排点直接把风铃排掉了，伤这边脸上被误磕了烟，风铃门这边是冰十一并没有打上去帮，因为他没有摇人。那 Tokyo 这边卖人了，知道下面有一个 MP42，补气补枪，哦，这个 MG42 怎么办？输出吗？我操，这身位把控，别滑！我操，贴死！喂喂喂，喂，马哥来了！啊，来来来！哎呀，怎么？这不马哥吗？我点个外卖先。哎呦，你们在俱乐部吃外卖啊？怎么回事啊？不是今天 ？Xrock 怎么回事啊？所以才吃外卖的吗 ？Xrock 怎么了 ？Xrock 吃让你们吃不起饭了？钱都用来参加你这个活动才吃外卖的吗？啊，我以为钱都用来赞助我的比赛了。这不是准时到达了吗？那不然我吃完饭都快五点半了。可以，若曦呢？若曦一会儿就到。好，那来。压到大哥。哦呦，这天嘞！咋说？已经进入到什么阶段了？决赛现在是1-1，1-5。幺幺七是不是定制了一个宅男圣杯来做奖杯？哦，这个声。啊，你拿着金右手。看上这个忧郁了吗，渣渣？这个忧郁在唐将的试训呢。在唐将的试训、哦。对。兄弟啊，已经试训着呢。他试训啥 ？A G N 啊。唐将因为前段时间有比赛嘛，所以就试训了一会儿。不是还没成年吗？可能提前培养啥的吧。我看奶酪说才17。我看一下，我这里有表，我看一下表就知道了。Tokyo 的忧郁是吧？忧郁小学生是吧？忧郁小学生不是我们粉丝吗？18岁，成年了。是你们粉丝是吧？他在我们战队啊。哦，那可以，那好谈了。不过那个一码归一码，那个灰熊，等会儿我把我的那个支付宝发你，把10,000美金先转给我。啊、不是10万吗？不是10万，有点多了。咱自己人都是兄弟不坑兄弟，兄弟，就只要10,000就够。等你们打完，我国服上线，你拉我进去。好的。听到了，中路今年有人。看这5号的啊，中路风铃下狙，一个没狙。被空白将直接拉了，这个 Tokyo 其实也还可以啊，许多那飞鸟，然后和拉普兰德，你可以看一下空白将，灰熊或者渣渣，你们看一下这个空白将，看感觉一下怎么样？这个空白将之前我看着反正一般，但是今天看着还行，那还行是吧？可能状态起伏有点大，等休赛期你们到时候可以安排安排。嗯，感觉有很多人可能因为他队友或者是各方面，其实这个比赛他没有办法。把他真实的实力全部弄出来。这个忧郁哦，小学生看地板的天籁，他掉线了吗？是决赛是吧？嗯，决赛了，他怎么看地板了？哎，谁呀？这天籁掉线了，整个板都是。哎呦，3-3了！哦，天籁进入房间进来了，但任务还没有失败，做好准备。这不是主播赛，这是117杯的总决赛。对 ，Tokyo 教练的。Tokyo 教练。嗯，奶酪。啊，奶酪。啊。我操。混圈 ，CODM 还有圈子吗？我操，真不知道。上来给防爆，对着菠萝上来打狙。没事，这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不可能是说改设备，都打好几轮了，就不用抽查了。他掉线了而已。好在他重连回来了，比分线3-3。金准沙今天一整局比赛啊，现在打下来其实没有发挥的很好。他复健。主播在哪儿直播？啊，主播在我也不知道。啊，这那个。烟打高台。九幺凯里，我操！在欧蛋的直播间看九看主播赛。我的直播间，哎，哦，拉普兰德打赢了，2-2。犹豫的狙，要转 A 了，这个只能拉普兰德、哦、不对，拉普兰德是那个 M E G U R M I N。哦哦。
然后那个忧郁小学神啊 Tokyo 是两个人，一个是许作那飞鸟，一个是忧郁小学神，都是上一届的其实，但是他们这次杀到决赛来了，这次是战队赛杀到决赛了。华晨看到了摇车，有一个，哎呦，这反应定位还快的啊，还是快的，这不太好打了，这被他俩想到了呀。嗯，猜到了，菠萝，不是菠萝，那个奶酪在后面爆点吗？奶酪，嗯，直接被顶飞了。奶酪不能现场指导啊，违规了，奶酪。叫个暂停，奶酪到时候叫个暂停。守卫目标，敌人拿到炸弹了。然后马，到时候等你们比赛打完啊，等你们休赛期，就是这周礼拜天打完，然后我搞了一个冠军队的表演赛，到时候喊你们五个评委组一个队，跟着冠军队打一场表演赛。OK， 打着玩的那种，好吧，但是你们得认真打，不能玩，给他们上上强度。我绝对会损耗我的币的，打个 BO3 或 BO5，到时候我到时候我群里说。3 BO5 是吧？对，很快的，最多也就40分钟。只会狠狠损耗我的币的，放心吧。好的，到时候我们哪五人啊？就是评委若曦、你、欧灵、小天蛮、加安仔。OK。啊！我这五个你们要输了，说实话，有四个 FMVP。啊，全是 FMVP 吧？除了小天蛮不是？对呀、啊，怎么可能？对啊，四个 FMVP， 没事，小天蛮，你看你含金量很高的，我对你的认可度很高的，小天蛮。弱币了，弱币了，弱币了！这 Tokyo 又开始弱币了！我操，这 Tokyo 果然喜欢币。哎，真是。弱币，接住。拉普兰德拉下来，再包点高枪还能接。看忧郁投几个？怎么说？就看忧郁这一手。哇、哦！往后拉扯，拉扯，拉扯，下包，二打四。哎呦，很大胆啊！直接去紧加操作了呀。思路很清晰啊。哎，这位置有点歇逼了啊！这他妈抱团回防，他换一个就得死啊！他可以放一个，打俩。如果对方走锦家回的话，他放不了人的，必死的。好，牛逼，只有一个，运气说实话有点好。再打逆向，啊？这没了，这没了。哦，这没了，他这就有点，这其实就是意识不大好了。他打完这个之后，正面没见补枪位，应该立马回头架枪的。我以为他要逆向再绕一手二楼。嗯，陆生走走，看到了。打一个先，一打二，有的玩，有的玩。换一大，但是这边肯定一拆一架了呀，直接拆了，而且这 A 大看不了。完了，没看包。对，他也听不见拆包。对啊，听也听不见，看也看不见。其实刚刚忧郁那个位置，真的，他刚刚往 B 点跑，我觉得是对的，但他回头有点，说实话，有点不合理了。因为对方回防路线一共就两条，一个是锦家，一个是风裂门那个方向。锦家没见补枪位，只能走风裂门，那回头立马架枪或反绕都行。B 点这边互选一个雷，A 大这边是给了个烟，这是对，这是谁给的烟啊？我操，这是自己给的，防守方自己给的烟。跳出了对，有欧林的声音。自己给烟。对，你看这个拉布兰德给了一个烟，刚刚他现在烟没了。还敢跳吗？这天籁还要跳吗？天籁还敢看？这没必要。穿掉了。哦哟，自信。自信啊，他年轻人。太自信了，纯自信了。这个天籁是不打职业是吧？对，他是打长的。上他不打职业是吧？啊，不打职业，他考研。不过你聊聊。可以，可以聊聊呗。他们拿到炸弹了。讲清楚呗，问问他怎么规划的啥的。只剩你一个了。他反正目的是为了考研，考上大学啥的。家里面是这样对他说的啊，当然我已经跟他聊过了。这里打的好的位置全是局长位啊。对，他，我说实话，在上一届的表现啊，哎呦，欧林跟马应该还有印象，在上一届的表现，他的发挥其实我觉得比孤星要好的。上个赛季他一直在玩五五六，看不太出来吧？对，有点抽象那个强。我看他的复活点控的其实比复活点控的比孤星要好。倒是没看这些，但上赛季我们看的时候。他在玩那个格鲁五六版本，嗯，不太一样，逆版本嘛。但是枪法确实是挺准的。这个游戏最大的特色就冲撞太快了，孤星。你拆除炸弹。这回合虽然输了，马哥那个时候看孤星没有现在那么猛吧？没有，那时候觉得还可以，而且那时候他打狙。对，他打狙长，
只是他报的赛道有问题、啊、我当时以为他会报长江赛道、啊、没想到他报狙击赛道，因为他觉得长江赛道竞争压力太大了。我告诉你谁是 长江赛道啊，这个许座那飞鸟是长江赛道的，就现在这个 Tokyo， 但他们没有进长江赛道，确实很难进，说实话。看，两边在做默认，先给一个道具，许座飞鸟。我去买东西了。好，炸残了还。你先看。哦，这精准杀，这小细节，后滑铲，主动拉出来再打一个，身位控制一下，蹭蹭，填枪找掩体换。阿弗兰德看下面，交叉火力卡住，那看一下冰士一能不能打破渗透。哎，风铃门屁股背身。哎呀，背身没了。被后面，被后面打了。背后，大七也来了。我操！啊，西宝来了。哎，拍摄完了。可以可以。来挂服一下。大西，正好马上那个拉你们进 OB。大哥，忘了关摄像头，换裤子，我操！你忘关摄像头了？你整黄色？差点！我操！你搞黄色，我的经理搞黄色，我的。你勾引谁呢，小馋猫？哎呦我去！那直播间的人都饿坏了，我操！等会儿，就好灰熊那一手，也是掉入了妈灰熊同类的陷阱了，对吗？对。哎呀，5-6，真焦灼！我操，这两只得。任务还没有失败，这就是决赛117的杯的决赛。哎。没人的杯，没人，没人玩卢卡斯，没，确实没人玩卢卡斯。卢卡那枪没人玩了，不行，不厉害。对，现在都打 LW 三，射击间隔短，对吧？致死范围大，打小头也一枪死。我们拿到炸弹了，打小头。对，小头吗？小头也是头嘛，都是头，都爆头击杀。你管你注意这么多干嘛呀？大头和小头。对。哎，B team在这里做默认。你看打的真有模有样的啊，这奶酪教练教的，先把地图控制给做好。对，现在先抢你 B 厅，把你压力给足。OK， 九教这边率先暴露枪神，让你这防守方不敢随意调动。哎，你只能在 B 人这边先接着。对，圣杯之战嘛，不是什么虎狼。哎，提了提了，冰丝也没打过空白将，一点一换一，可以对进攻方来说是有利的。主要是注意力完全在 A 点那里被牵制住，露脚了呀！这天籁听到了，听到了，他急了。其实 ，Toko 这一波是九教给压力，然后 B 点打提速是其实是想小骗，但是确实也骗到了。哎，这打了个聪明反被聪明误啊！这时候这没有必要转的，说实话，打一层思想就够，他打了两层思想，一打二，看一下忧郁的一打二。若曦，到时候我们那个评委组，因为现在评委都时间不固定了，所以我们评委到时候大概是你们比赛是礼拜天打完，礼拜一的时候等你们休息的那天，然后腾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，我们跟冠军队打一个 BO3， 打个表演赛，啊、好吧？好，给你们到时候、啊、就是你们五个评委，小天蛮、你、安仔、马哥，然后加欧蛋。我操！不是，就我就叫欧蛋呗。这不是给你这欧蛋那个欧啊，不是欧林的欧啊，是那个提手旁的那个欧，动词。我这服了。哦，哎呦，一秒钟了，但你没时间了。哎呦，五比七。周一表演赛啊，周一表演赛，周日没有表演赛啊，周一表演赛，兄弟们。要和欧哥并肩作战了得。要和全能王大西并肩作战力。要和大欧一起并肩作战力。我操，你们四个 FMVP， 说实话，小天蛮有点压力的。大天蛮，我操！小天蛮那天不要叫小天蛮，叫小天蛮这大天蛮嘛、哎？给马哥拉枪线去了都。我上场打吗？我上场挨揍吧。小天，这天蓝思贤，你打长狙，我是长短哥。我操，这极限再换一个。3-2 Tokyo 还是有点机会。哦呦，忧郁再抽一个，这小狙确实抽的可以啊，这小狙。哇，准！哎呦，可以，漂亮，
确实可以，确实可以。这小鸡射得很准、这个。对面这五个人都是路人王级别的，这都枪很准的，都枪男，我操。这117找来的都是很角色，我只能说。确实啊，天籁也挺厉害。敌人拿到炸弹了。是的。孤星算是一个特例吧，也算是运气好。我的运气也不错，他在我的比赛里面缺 SPG 都打出来了。打短剑手风铃凹槽接血药，哎呦这天籁真的这把已经狙飞了都。两边的狙都狙飞了，这两边都得争这一波。为什么不找林弹？那林弹不就是欧弹吗？兄弟，秦九都喜欢欧东西，你知道吧？尤其是特别喜欢欧弹，啤酒房的欧啊，就是近义词是抠，大家可能不明白什么意思。抠，受不了，真的到了给117的杯递着一个杯子去。秦九要夺冠，我操 ！S 八，我操！放大招了，我操，兄弟！确实确实，我受不了了，裂了！他就好好表现。我不来了，下周别别别！这 TS 都退了，真的真的，快快把刚才那句话收回了。啊，收回收回收回，开玩笑，这个功力奶不会的，我的功力奶一般都没有力量。你自己刚答应我们的，你说你不奶我们？不奶不奶，我包不奶你们两个队的，狼队割我了，我肯定奶狼队。这安仔去跟女朋友出去玩了，我到时候给安仔上点压力了。确实，我还没有失败。我要问问狼队了，怎么回事？想夺冠了是吧？今天放假了。对他们放假了。要想夺冠了早说啊！我们要想夺冠了早说啊！我们也就隐形的季军吧。哎呀，说实话，你们目前这个状态啊，最近你们的比赛我也看了，被让二追三了，季军都有点够呛。哎，确实，我操！还得是七教呀！我混烟，拉布兰德，怎么赢了？完了，就毙了。完了，毙了。还是野猪乱拱更强一点啊！但任务还没有失败，做好准备。哎呦，这赛季确实我们状态有问题啊。有点大啊，但是说实话其他人的状态我相信是有点问题，但马哥你的状态有点太好了，说实话得马哥状态是真的好，得点你一下，但你不要骄傲，得点你一下。马哥状态肯定好啊，常规赛 MVP 都是。来拉一首若曦跟小天蛮，来拉我守护小田。精准杀好厉害啊，正好小烧马要去拍摄了，我来了。小烧马去拍吧，去拍摄。好的，我们评委席基本上差不多已经准备就绪了，来那个由这个 Tokyo 这边选图控制模式以及选图选编，我们要快一点啊，因为他们主播赛七点钟，但我感觉应该能够打完，因为还有最多也就两张图的话，目前 Q9 的状态还大概六点半左右，我们状态很差呀，很垃圾啊，我状态很差，谁都打不过，好好表现啊，我自定义画质啥也没换、哦，山井首发，山井首发 OK 肯定没问题的。他们两个队都是搬的海运，都是搬的海运吗？你们搬的有问题啊，搬的图有问题，两个搬的都是海运啊。对他们两个搬的都不想打海运，我操！你们在哎，这不是三笠将军吗？三笠将军来 TS， 三笠将军，我操，笠将军来了，笠将军来我直播间了，来来来，那个什么，可以，正好我们一块来聊聊，我操，我们这评委席都凑齐了，我操，改比分，我知道改比分，等他们 BP 逼一下啊。厉将军，我给你我的 TS 啊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，你在不在啊？感觉你不在，你感觉你没在电脑边上。117的这能力在这个游戏当解说屈才了，这117的能力是使命教父1-2啊，117是使命教父，知道吧？主播赛几点？主播赛应该是七点。欧林有参加主播赛吗？我不参加，听说调好了，然后十几个回合，然后比赛十几个回合还照。哎，就是兵哥很怪，兵哥最近状态怎么垮的？有点觉得不是阿兵了，兵哥感觉他妈的是不是阿兵，知道吧？是兵啊，我操！
兵哥跟我说，他被这个手机折磨的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的。我操！那天我解说他们的比赛，冲到他的内通里，听到他来一句惯性漂移，我操！玩极品飞车，他说我给来一首惯性漂移，我操！好，控制模式。OK， 兄弟们，比赛开始了，上来先把菠萝给炸掉了。天籁打狙，嗯，这边的烟雾弹准备。开局一换五了，这是一换四。Tokyo 是有教练的，我操！啊，开局直接偷家了呀，这。哎，五号精准杀直接绕家了呀！小聪明，能不能把人偷掉还是个问题。健身房是个复活点，看一下，结果在卧室刷了。但直接挤复活点，他这样肯定挤复活点。对，一个人不够的，主要一个人看不住的。但现在就对面不知道能不能意识到，哎，这还是经验不足啊。活到这儿了，就说明你队友大部队在 B， 突然在卧室，这不说明家里来人了吗？哎 ，Tokyo 这边好多烟啊！精准杀可以偷一波大屁股。这一波大屁股偷到了。但是一把短剑啊！打一个，哦哟，远距离这么吸啊，对吧？我操，吸大屁股了，这是。你这，我操！你们说话好怪啊！把词连起来了而已，我没有，我只是词的搬运工。哎呦！妖射，哇，这个杀还能杀！哎呦，这太爽了，这一波吸的。头上二楼还有一个，忧郁的屁股他应该吸不到了。有可能吸，但是埋住了。精准杀，这是要被反偷一手啊！要吸住了。看到枪管。离分太接近了，再加把劲。先消一下点。18-11。这肯定不是 Q 九的菠萝呀，这是，哦，这是东京热战队的菠萝。我靠！我被官方警告了啊，兄弟们，我错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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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官方。你在你那边吸，这。有人警告我了，我操！还吸上那啥了，就跟我给你发那个图一样的猛吸，我啥都能吸。哦呦，这忧郁这两句，这忧郁真的可以啊！小准小准，年轻刚满18啊，正值最佳年龄，稍微好好调教一下，我靠，不好说的未来。确实得好好调教呀。对，调教，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看，你要想找一个合格的能够打上来就能打的现役职业选手，基本不太现实。啊、但是把好的狙击手送给格瑞娜，我操，直接就送到国外去进修了呗，就啊，这你来参加个117杯，还能顺带出个国，我操，那他妈太赚了，去菲律宾打职业去了，格瑞娜缺少狙场呀，合理，哎，是的，确实，他们那边短枪多的一逼，我操，对，多的，对，多的一嘛，对。被包围了，啊！天籁抽掉了，哎，8-1，就是这个忧郁，忧郁在逆风状态下，他的数据都很好，说实话，对，很稳定，对他在逆风状态下，他的状态都很好，但逆上应该不会低的，可以，有东西的。然后这灰熊的直播标题是 CODM， 看看117杯子比赛。太搞了，这个灰熊七杯子，这么夸张？太夸张了，我操！我都不知道他这么夸张，难怪他说杯后面加了一个子，我操！杯子，117同款杯子，自同款。得让他们参加我的比赛才行啊！我不可能找他们过来打我的比赛，因为我不知道哪些人强啊，那否则就变成邀请赛了。来者不拒，谁都可以参加报名。但是我这是择优录取的，总共报名了是24支队伍还是25支队伍？26支队伍，但我只选了16支，兄弟们啊，淘汰了蛮多支的。哎呀，开锁了，这天籁锁两个，肯定刷。哎，菠萝，多点挤到中间，还能刷。哎，哎呦，敌人消灭。哎呦，感觉来了。好，欧林的这一叫，感觉是来了。注意，敌方炸弹小飞机即将来袭。哎，这补枪没补上，让这个四号都呆住了。看这一分能不能拿下，这一分应该要冲着2-0去了。是的，主要是人头数领先太多了。这一打到控制的话，如果说两边都就野猪这边明显是枪男啊。对，主要两边都对控制没打练的话，那就看你这两边个人能力了，就就是敢不敢压呀、啊，这些个人的一些东西了。这犹豫，这给他反抽了啊。哎、这么准吗？这小子，你可以看一下这个，就 M E 这个拉普兰德的短还可以说实话打的。这忧郁，
你看，哦呦，这距离几秒秒一个。哦、他的开枪习惯很好呀，很破呀。不急着开枪啊，这有对、啊、有没事，没有坏习惯。对。现在我们评委是，马欧灵、若曦、小天蛮，然后 X Rock 的教练渣渣，还有一个那个专门守 B 点的马，他去拍照去了。二比零。灰熊也回来了啊！灰熊，灰熊，你的直播标题建议改一下，有点违规。不违规，他不是说起得好啊？幺幺七的杯子。不会三比一了吧？说实话，还挺想继续看看的。我觉得真拿下了吧。对，我感觉野猪乱拱应该要拿下了。蓝色方是野猪乱拱啊，是路人王队啊，真的都是路人王。那个指套你们也可以注意一下啊，说实话，可能别人的操作有点亮眼，优异有点亮眼，大家都注意到他忽略了这名选手。他这什么疫苗线啊？裆部疫苗线吗？我操，爆头疫苗线，不过爆的是小头，兄弟。哎，已经准备好了，蹲好了。那前点队友换人，把人换回来，看能不能把人换回来。天来这边能不能换一个人回来？小飞机把菠萝送回去了，但一个人守不住的呀，卧室活了。你看他在卧室活了，他不可能让你断到人的。那只套这一个人是断不了复活位的，那被迫只能往 A 点去冲了。哎，我想到一个路子啊，一个队友埋到这里的时候，对方在卧室活的时候会下意识往 A 点跑，队友渗透到这个位置可以重防 A 点，我操，赶鸭子上架。反观你要把对方往 B 点赶，你只需要把卧室这个复活点踩住，对吧？对方就会在健身房这一块活。掏 Q， 许多那飞鸟拉起了复活弓，光芒被啊有点极限了，这个复活弓贴身拉的。敌人正在占领 B 点。应该是要三比一了。你们敢相信吗？这个队伍是在最后一名卡着线被我录取的，他是正好第十六名，因为他们队伍里面的分比较低，普遍分数比较低，排位分啊以及排名比较低，他是正好第十六只野猪，对他们正他们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吗？国服训练，国服可能排位的环境还是 BP 五零多吧。国服排位十个人得有九。对，九个 BP 五零，确实没有欧弹，对欧弹的不信任啊。是啊，国服前几天的比赛还是有欧弹的，因为 BP 五零现在被放出来了，所以都在打 BP 五零了。因为我的比赛跟大师赛规则走，大师赛直接放我就放了，大师赛不用我就不用。他们就要输了，坚持下去。哎呀，不太好弄了啊！这个时候开锁子，这天籁，这是想赌啊？小飞机，我是小飞机。我操，天籁是要赌啊，大心脏。不漏，不漏。哎呦，漏掉了，应该是完了。Tokyo 怎么办 ？Tokyo 这边精准杀还开等化枪，靠，想四想三比零啊，走远了。这是冲着四比零去了。一打四，由于一打四基本上不可能赢了，我吃。嗯，嗯，哎呀，这赢不了，对方。纪律性还是挺可以的。等会儿，你先说吃什么？吃麦克风。吃什么？包吃。我操，有点吓人。吓死你！准备下一回合的战斗。哎，确实有准头，好吧。确实有。嗯，确实有准头。看能不能调理一下。有点大欧的风范了啊。嗯。这跟我有啥关系？他这个风格，说实话，有点像欧蛋跟马哥之间的那种感觉。我操。我现在都不是。没关系，你不狙击，你狙线狙什么呀？狙，哎呦，这一瞬，确实其他人没有这名选手亮眼。我觉得我的这个比赛能够输送出一个职业选手，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了。天籁的狙也不错，说实话，但他不打职业。得到了、哎，感觉走远了呀。嗯，没了没了，不太好弄啊，这个。个人能力差距确实很大。是
现在是野猪二比一是吧？对，马上要三比一了。实力比较平均，这马上要捧杯了，这个捧幺幺七的杯子。就是不，我的那个牌子的杯子的名字叫幺幺七牌子，然后。然后幺幺七杯的奖杯是不是很粉粉的？里面的模具的话，模具的话是欧灵的那个，就是模拟版。然后是 X Rock 赞助的打造的，下面贴着 X Rock 的这个 logo。我操！我操！这不就变成了欧蛋踩着 X Rock 的底座？我操！以后哎，以后这样子，以后把你们的纸套用剩下的纸套全部原位的寄给我，我把它标起来做成纪念款。我操！然后、哦，然后就是，我怕有人舔我。然后到时候做成很精细化那种包装礼盒，我操！然后上面说这个是一共摩擦了多少次。那估计会有人吮吸，如果我是妈，我是我的话，我就吮了，哥们。哎呦！那是在决赛，大招也白给了。决赛使用的指套，对，这是决赛使用的，这是八强赛使用的指套，这个是私底下的时候使用的，他同时使用完还抹了抹鼻油。哎呦操！捧杯了，野猪乱狗。捧杯了，捧杯了，恭喜！让我们提前恭喜野猪乱狗获得幺幺七的杯子 S 二赛季总冠军。4-0啊，还是很轻松，恭喜野猪，确实夺冠了。3-1拿下了，野猪夺冠了。我、哦、操！这时候得给他们做个图啊，这野猪乱狗冠军。确实给他们做图了。放个 BGM 吧，老李，给他们放个 BGM 吧。野猪哪有 BGM 呀？他们没有比较。卢贝奇的呗。哎呀，可以可以，恭喜恭喜！来截图发一下，来截图发一下。没了吧？没了吧？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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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截图啊、群里面截图发一下，然后统计一下最终的数据，然后就等待这段时间还是一样的，不要着急结束。然后冠军队，到时候会参加一个礼拜一啊，大概是在礼拜一下周一的时候有一个表演赛啊，跟五个评委打一场 BO3。嗯。啊。千万不要不来，珍惜这次机会啊，兄弟们！嗯，来之不易的机会，到时候要被干了。五个 FM，、那个、四个 FMVP 啊！那个、比赛群先别退，好，先别退，我做一下那个结果确认再退。要被干了，狠狠的干。那、啊、确实啊，这个117杯子的为什么大师赛不能全打热点呢？我在想，肯定不可能全打热点啊。好吧。规则嘛，那游戏多样性嘛，对吧？Talk这边已经很不错了啊，这个忧郁已经注意到你了。你现在还在唐江那边试训吗？忧郁。现在上个月试的 AG 和狼。哦。狼都已经试你了，什么时候试的？偷偷摸摸的。来，我们评一个。下一次参加我比赛的跟我签合约啊，就先不要急，我来给你们安排。要不要评一个你的117的杯子的 FMVP？ FMVP 你们觉得给谁？我们评委投个票吧。你们觉得 FMVP 应该给谁？我们讨论一下，你把四张数据图先有没有数据图？有数据图，有数据图。等会儿，等。如果只评 FMVP 的话，我觉得可以给空白将。稍等，空白将，空白将，空白将那个热点，当时看脸战绩杀的最多，踩的最多，兄弟。他十七岁啊，兄弟。OK， 没事没事，不急啊。空白将是十七岁对吧？空白将。是的，十七周岁啊，那还是有一年的。我操，原来杨一那个五杀是他妈赛点拿的，我操！你怎么突然说这个啊，欧伦家？不是，我突然那个刷那个短视频刷到那个片段了。举报一下吧，举报一下。啊！哎呦我操！给天籁嘛，给天籁。其实天籁整场的发挥，他的狙的发挥，他，我们投票决定。然后我等我的数据图啊。我操，这怎么都在打拳击啊！我操，妈的，我细看一下。这对我胖将军有点不尊重啊！这死胖子私下没少6262呀、啊。谁呀、啊？